事情是这样的，小麻鼠出了新交代，好多宝子来给我留言。于是，我立马为我的金主妈妈啊，这难道 ？Oh my god！ 居然真的是拇指姑娘，还有小吧唧妈妈 YYDS， 立马来安排一个妈妈喜欢的沉浸式手账吧。